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爱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个是复活选 RS 啊，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旭哥要来开抽了。这个妹子，三个都很赞，三个都很赞。有美腿的、美臀的，还有这个美胸的，三个愿望一次满足啊！就是这一次就很会，这次全部都女角，然后很不错，风格看起来都蛮不错的。我们看一下。我们现在都不看能力了，我们直接看图就好了。现在都只是抽图了，因为能力已经不重要，因为太多墙角，这个已经不重要。我们都看图。好了，能力还是看一下，补血的剑，然后这个探心，这个我记得可以强化，好像我已经练过了。好，第三招是这个，就是图加乐的这个全体技。哎，没败，还有诱惑呢，这只不错哦。然后被动技能组有弱点亢奋，伤害上升，然后未攻击又可以伤害上升，精神亢奋5哇，还有再生累加，这个好像也蛮新的，命中时回血再加敏捷，好用。重点是这个图，赞。今天就是决定把这三只都抽出来了，大手笔要把它抽出来了。那这个温蒂尼有生命之雨啊，这个蛮特别的，这补全体技。然后最后一招是全体技冷加氧，镜花水月是怎样超死神的？是不是蓝蓝？好，那这个进入回避，然后就是补 HP。第二招活性炼器加 BP 回复啦，然后再有这个命中时自身智力上升效果中，精神亢奋5，都还不错啦，现在都是精神亢奋都第五级了。那亚尼都前面两个单体技，一个加腕力，一个加速度。那最后一个这个全体技可以 buff 自己的全部能力耶，能力小，然后补血也还不错。命中的时候自己腕力速度上升，还有就是攻击的时候可以回避，并且使用这个全体技来反击。还有超量亢奋，伤害上升，还有这个连击，还有这个 overdrive 攻击都伤害上升，效果大。那重点是图啊，图也不错，欧派。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啊，没关系，旭哥这一次三只都抽出来，这一次三只都抽出来，拼了！我就是要把妹子都抽出来了，反正赚多嘛。赚多就抽啦。我来了，啊靠，别忍不住杰拉尔，原本以为是妹子的，但我忍不住惊叹了一下，太扯啦，杰拉尔。哇！第二个十连什么都没有，在拼。我觉得这种词汇抽到这个守门员的都不是好词啊，赚很多才可以抽啦，要不然就是等那个像那个副科有没有五只给他塞在一起，一定不会抽到，就是一定不会抽到那个。守门员，顶多就一直抽到重复而已啊，但是你不会抽到守门员。我靠，我是不是发下好语是讲太大了？到现在竟然一只都还没有啊！还好旭哥的钻还算多。这什么鬼啊！哎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鬼？
那还不如来抽这个，这个还必中，这至少是五只选一。算了，我要把这三只至少抽出来吧。不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跑两个小动物，我来了！我靠！哭啊！这个时候出什么苍兰？这一次到底有没有？有没有女角啊？靠！哭啊！七十抽连一个都没有，哭啊！2022最非洲的一刻啊，才刚过完年啊！不要啊！有够哭的。哦，这种词真的会出那个，就让人有点无言的。会出那种几百年才会啊，就不想要的角色啊。什么苍兰，什么露珠的，太扯了！抽了100抽，一只都没有，有点可以体会丁特的心情了。还好我没有玩天堂了。因为那种大课长的要花很多钱的，很多钱抽的那种感觉都很痛苦啊。我抽到现在竟然一只都没有。那、啊、这你敢信？120抽了，哭啊！这样我真的是不知道要选哪一只了。哦，终于有一只了，雅尼。哦，啊、哦，还好还好，好加载 ，Holy 加载，有一只了。至少有一只啊，那后来就二选一了。啊，保底三只都没有，我还真的还不知道要选哪一只呢、欸。可能会选克罗迪啊，美腿派的。哦，真的是有够头痛的啊！今天要保底了，各位观众陪你们保底咯。哇靠！哭啊！啊，真的保底了！哇，没办法集齐全部了，太哭了！嚯，怎么都是这种东西？哇，150抽才一只而已。太哭了，太哭了！啊，保底了，去换了。你们想要哪一只啊？好啦，选克罗迪亚好了，美腿派的，只能在这边看他的画面了。要不要射出去呢？怎么听起来好射哦？什么叫要不要射出去？射了，射了，射了，射出去了！克罗迪亚，我是说钻石啊，钻石射出去。
钻石全部射光光喽，射出去啦，射了射了，克罗地亚。其实温蒂尼也蛮棒的，能不能继续把它抽出来吗？哎，就蛮难，其实蛮难选的，这两只我都蛮想要的。好啦，算了，饱了就不抽了啦。我原本以为会抽到三只的，我靠，连一只都很难抽。然后久违的陪大家抽一次，保底了。好，那记得看旭哥的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我们下期见。